这是字儿是吧？不，它在动。留下真言，获得接引。来，各位，来，你来。 治愈者于 MT 2023年1月1日降临世间，治愈者这里叫。坐着听。治愈者在民众间散播福祉，治愈者帮助瘫痪成员重新站立。哦。治愈者接受成员叩拜。真是邪教。Yep， 邪教。 洗脑组织，这个应该能打开吧？来，各位换衣服，换衣服。哦呦，真的要换吗？各位换衣服，换衣服，来。火树贼兴奋。哇，真的要换耶！哇哇哇！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那个人叫治愈者。治愈者，治愈者，哎。 哦，对，我们治病嘛，怪不得他们说来极乐之地可以治病。把我票拿走了，去极乐之地吧。极乐之地，极乐之地，是希望，你救救我的呗。他们以为自己能治病，实际上估计是个洗脑组织。哦，对对对。就。 默写真言，诚心祈愿。入自所。真言是什么？真言在里边，真言在里边。这那些里面写的就是他们的真言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。哎，我们要不然想办法把这个夹出来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把这个翻出来就好了呀。这样子不就倒出来？ 能翻吗？能翻啊，为什么不能翻？你拿着。啊啊，这么解吗？现在？有锁的话，你锁不住有什么用呢？这都直接倒出来了，东西。不是现在都这么解了？锁上四种颜色，红、绿、蓝、紫，跟这个有关吗？ 哦，就锁上那个是颜色跟这个应该是不是有关啊？数数啊！哦，直接数个数吗？不知道，试一试喽。试一试吧。红色是5个，绿和蓝呢？绿和蓝，但你得看是这个绿。4、5、6、7、8。蓝是这个颜色的蓝，深蓝，因为它一共就9位数。 8个，8个吗？试一下8个，然后是紫色是吧？紫色8个，紫色8个，好，5888。不对，啊哈哈，1、2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数数那么简单吧？我这就是数数。 急，这是急调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个是不是没有用呢？我现在在想，这个倒是感觉像拼出什么字来，就拼出一篇文章嘛。网，那边拼出一些什么字来了都？乐主变拙，这啥字啊？赚了10下。这样吧，这样吧。 哦，账，全账的账，这是什么文章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什么？不是数个数吗？那所以说是啥呢？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啊。这个应该数个数，但是会不会不是？会不会不是要全部数？比如说某一个形状里面的，比如说，哎，有没有可能啊？只数这个水滴里面的。 哦，
有可能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的是对的，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水治愈，那是二，对吧？红色是二，蓝色是四，紫二，绿色三，绿三，蓝四，紫二，二三四二。哦，解开了，耶、yeah ，厉害。来来，大家都分啊，都别白来，都别白来。还是那个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愿邪物退散，还我完整的躯体，让我重获新生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深切祈祷，让我从痛苦中解脱，希望邪物赶紧消失。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祈祷邪物退散，不再扰我的安宁，愿我不再辗转难眠，夜不能寐。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。上面一句是一样，后面水。哦，可能真言是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后面就是他自己的愿望。水是通往邪恶之地的奥秘，水是通往邪恶之地的奥秘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秘。天哪！应该没有这么简单，应该没有。留下真言啊！我们要手写了丢进去吗？留下真言，是不是要把那个墙上的字拼出这个真言？水哦，对，那个字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的奥义。通往这里有个极，这里有个极，这里有乐。那我们先来找水嘛。水水水水在这儿。水是是在哪里？是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水是这儿有乐。通在通我拼的，通我拼的，通在那。网在这儿，网在这儿，枝在这儿。哎，吉我也拼了，应该在最左边。哇，这儿所有家人们每一个字都得拼吧。这儿到。坐。通。吉在那边，吉在那边。对对。极乐之地的奥秘，地在这儿，的在这儿，奥秘都在左边。把其他的给弄掉，对，把其他的弄掉吧。然后把约也去了。OK， 我确认一下啊，水是通往极乐之地在这儿的奥秘，奥秘都在左边。对了，那对了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哎，有声音了，水滴声是不是？哦，哇，我有在，家人们有，哇，时间不多了。